大家看到，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克拉玛依市的魔鬼城，也是由风蚀形成的雅丹地貌。然后这边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独特的，同时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所以就像大家说的那样，新疆处处皆美景。在这儿对我来说非常不一样的拍摄体验就是我们会穿得很厚，然后这边会有点热。哎呀，这边喝完水你就感觉都不想上厕所，因为都就蒸发掉了。阳光也特别的刺眼。嗯。现在的温度呢是大概38度吧。早上还是舒服，比下午要舒服多了。今天不会出汗，就这个天气肯定出不了汗。你不要昨天那个天气就，昨天那个天实在受不了。昨天下午那个风啊，太吓人了。好，我们要放。乌云来了，下雨在哪儿呢？在那边吗？哇塞！真的乌云来了，拍着就沙尘暴等我回来，拍着拍着等我就是会下雨。可以可以。打的打的，打雷了打雷了。我的帐篷里都受不了，帐篷里那个沙我感觉都很难受，只能在车里躲着。其实我们现场真的，你们也能看到我们这个环境比较的恶劣。好，这样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眼镜。我不知道。睁不开眼了。沙子吗？沙子。特别严实。沙子太大了。我们这个拍摄过程也是非常的困难，因为风特别大，我们的头发经常就是不听使唤，会挡眼睛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你知道全剧里最讨厌谁吗？最讨厌刘海。开放吗？一直在扬，我一直在扬，我一直在扬。有的时候眼睛也是很难睁开，但是为了我们整部戏的效果，我们都能忍。因为我们想呈现一部特别美的一个仙侠剧给大家，就是其他仙侠剧不曾出现的场景给大家吧。本次视频由可以说了是吧？我给你加上去也可以。来开始。一些堂哥疯了，现场合集。一，出来，来，来吧，小周周啊，小唐周啊，上课啦！二是什么让唐周如此兴奋？那就是拥有了新的战袍。震惊！冷面帝君幕后竟是宠妻狂魔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通通给我按一遍。等等，我太难了。沉香剧组拳王争霸赛来了，凶狠！我们最喜欢打仗。一定要加入，一定要加入，输二十。
Round one. 20 Round two. 20 怎么样？我这还有一个开。太长了，我没动啊，你太长了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这样啊，二十，咋了？你，我说二十，你也输了。Round three， 二十，妈呀！那我99。当唐周围逗笑颜淡，打开娱乐模式时，现场是什么样呢？好的，准备来。一个妖精，现觉醒。现觉醒。你现在的力量完全就是神树呗，书本书怕，力量并非来源你本身吧？唐红，慢慢站起来。是吧？不，有进来。疯了你！不，都不翻了看。还有这样。对，帮我退一点点。你看我稍微吃吧，远一点点没错。哎，臭妹啊！哎，大家呀，我找你干嘛？哎，大家！单身，摔倒不要摔。怎么样？赶紧加，赶紧加，赶紧加！你个新手，赶紧加！你娘的，你这干嘛了？哎呦！快点，不是这样，要不然。不是你。娱乐结束，打开工作模式。调整状态啊，可以吧？好，收。好，来开机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叔，还好，腰里没事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工作还得认真搞。溏心蛋蜜语传情，电灯泡觉醒反击。3、2、1，走，我先放完再走啊。来，三，别歇菜了，不聊了。三二一，开始，一组走动，爆！好，来，三二一，来，对。一二三，放手！嘣！他是，你打你让我俩，我弹我的。他就是让你不要走了，然后你就，然后进来，他在，我们把他领回来，他一直在那说。也说哑语是吧？叫我们俩说哑语。此加密对话，仅溏心蛋听懂。我一直真的，我一直想，我们来句说哑语。我这个别担心。当着我的面说哑语，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？当我是傻子吗？对吗？哎呀，这叫。华哥怎么解释？一两页他这样说，我说你怎么解释？